行人停留轻生发体，也就动动因镜头，又该露台，尽管加强行人该规划。苗栗人中南镇该功夫停下头，还是去穿越到中南科学园区该重绕套路，查流量动态。不过认为套路该规划系奥多拜老海牙崩溃类，首先的高路机上车奥多拜，造成都降低合合不该奥多拜头两片类高。提方你除了民主代表来澄清，希望做得对高路机还能友善。就是一下下的茶托增本奥多拜来行，在看到也差不多做一三年案发的无王线的企业，就是本人行的范围，那个无生意，就可能本奥多拜行道路创造。奥多拜上茶同年长渐渐向下，今年翻译做的调整规划吗？那这个地下道没有行人可以通行，某种程度也是行人地狱的一种展现了。好，那当然中央政府对于这个部分哈，编列了4年400亿的这样一个经费，那我想有很多的资源挹注，我们苗栗县哈更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哈来进行申请更改。中南镇民同地方民意代表来拜托，每拜托县政府现场来飞卡，经过几下拜协调，县政府同意调整查托，本海也奥多拜行东岸嘅稽查查托，贬损查托，做来本上查通行来行。让这个快车道可以做这一个汽机车的这个混合车道，那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行人没有地方可以走这样子一个窘境了。公所次判三张页，黑光翻印后作为调整投入轨吧。苗栗县政府公务处飞卡前后接听，中南镇公所次判调整查托三张页来评估，黑光状况以后，做做等业场来做原本交通改善工程。客家新闻总司密苗栗报道。